今天出来的比较晚啊，前一排的船全部都出去了，困蛋蛋的啊！出发出发啊！出来钓鱼啊！这钓是没有前途的。今天风还是挺大的，浪也是还是有的啊。哇！朋友们好，今天还是我一个人，不是。女人每个月有那么几天，而是男人也有，就比如阿芬，有事没事就那么几天。今天阴天啊，早上出来跟他们那个打探了一点情况，估计今天那个胃口不怎么好，但是也得努力努力啊，距离九千的目标，出来就是迈进了一大步啊，没出来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是啊。这么小。哎呦，小黑呀，小黑雕了，去叫你爸爸过来。好骗子。哎呀，挂了七八竿子，好烦，好烦。哦嘿，六七两啊！呀，刺激啊！连杆啊！又是还的，又跑偏了。哇，半斤的啊，还行。哎呀，话刚说完就掉了。哎呦，明显打倒了。换电，才钓了两条鱼，这牢头就在我。船给停在我面前了，换点！哎呦，我去！我走到哪跟到哪。哎呦，我今天问题有点粗吧？等了好久啊，今天口很少，大家都钓得不好。哦嘿，八九两，一小一斤啊。注意那条象牙的啊！哇！鱼太大了，哎呀，杆子又废了，哇！哎呀，有两斤左右吧，啊，完蛋了，杆子又废了。哇嘿，咚咚咚咚咚，哎呀，鱼不吃了，嗑瓜子嗑了半天，换点，使劲换啊。哇，五六四五斤吧，
5斤左右啊！哇哇哇！哈，大不大？天黑了，说赶回家，实在是没口，一下午就钓了那么2条，一没钓到，机子坏了，还是我活过嘴好，过来拉我。啊，哎！ 现在我想来一手，好难过，这真的不是我要的那种结果呀，好难过，这不是我要的那种结果，你说过，你为什么坏了？哎呀，终于到一排了啊，一天就钓了这么几条。 这一只400多，那只200块钱，这一只80块钱是有的啊。今天又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天，断杆，船又坏了。哎呦，又是连两的一天，啊，船翅2斤左右吧，断了一把杆，没口。我要回家的时候，船坏了。 啊，心疼啊！哎呀，不知道怎么说呢。我看回家晚上回家的时候，我看阿芬是什么样的，是不是白米饭又多干了3大碗才能受得了？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，希望我们的视频记得点我们点个关注啊！再见。